因为要省电，宝贝，可以吗？你自己用，你自己看。我要嫁去美国看 NBA。还有这个香菜天王，找到香菜。在的路上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我在晚晚晴回家。我现在回我家，大概讲一下今天吃海底捞，因为是跟晚晴朋友吃啊，所以就没有拍很多东西，就随便拍拍而已。重点是还不错吃，因为我是肉食主义者，以前有吃他的牛跟猪，都蛮嫩，不错，服务也很好了，但就是价钱吧。他的价钱大概就是跟他的服务有关系，真的服务不错，但是我们警察没开灯，服务真的不错啦。然后还有一些秀可以看，那个甩那个面呢、啊。而且我们大概八个人吃，我们点了快4000块吧，我们八个人吃就很多菜，就差不多这样吧。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。就感谢大家收看啦！第一次拍应该是拍得很烂，就随手拍拍而已。毕竟以前也没拍过，我会慢慢加油。哎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期待下一集见，拜拜。